王秦州，你一边带着情人来海边亲热，一边却去欺骗周丽莎，敢伤害我女儿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。要让王秦州不再挡着我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如果有人必须因为这件事而死，那一定是王秦州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命定天堂》。